来看看这只小极品小博美哈，茶杯体，你看它的身高哈，还不如我这个，还不到二十厘米来啊，你看，这眼睛溜圆溜圆的哈，嘴巴超级短哈，带这几个月了？三个月了。三个月了，你这体型多漂亮啊！三个月的小狗狗，多少钱？1800。1800，贵倒是不贵啊，只有几个月，三个月是吧？啊，三个月哈，是三个月呗？啊，三个月。三个月咋显得那么小吗？我看压行不？你别压，我看压。哦，牙齿都长满了哈，哎呦，确实哈，1800。咋说呀，这个价格搁到以前真不贵，臭得很呢，毛量真大，但是有点小虱子，你看多脏，这脏的身上，你没给它洗澡呗？没给它洗澡，你看后边，你看这，疫苗做了几针了？疫苗做两次了，做两次，哦，做两次疫苗了哈，做两次，我买回去还再打一针啊，买回再打一针，你给我便宜点我都买走吧呗。有量针的视频都有给他，有打疫苗的视频啊，量针呗是啊，两针视频都有。我知道1800，我意思是有点高，你能给我便宜点呗，我买走他。这咋的便宜呢？一个我买800多少了啊？800多少了？哈哈，你大爷笑了，对不？啊？我那个都卖2000呢一个。你那一个卖2000，那好量人家跳走了，对不？你要是这个要800，我直接给你转钱。800不行，800。显得多脏。我博美多难养着呗，大爷。我看地上跑跑，走两步。哟，这毛量真大。咱拍不出来效果，知道呗？人家洗过澡之后，那个效果一拍可好看了。走两步过来。走两步，你要走两步我就买过来。大爷着急了，光想让他走，光想卖给我。好，走两步了，哎，又不走了。大爷让他走两步，我都买过来，行吗？他不走我都不买。大爷机会了，大爷着急了。大爷光想卖给我，着急了，让他走，你看推着他走。该走了吧？好好，走了走了，算他走了吧，算他走了吧。那你给我便宜点呗，我也想要。行不，大爷，我也想要，你给我便宜点呗。也行，这便宜点也行。行吧，800块钱我拿走走着喽。你先找看一遍，这我给便宜1600都是，你看他拿吧。1600。我摸摸这头顶，带天坑呗？这小梯了呗？小梯的。哟，还真有一个小天坑嘞。啊，对。还真有天坑嘞哈，牙齿长得也好，都长满了牙齿。这里谁买走啊？这里有个天坑。我怕难养，大爷，你能再给我养一个月呗？我多给你点钱。好，再给我养一个月。行吧。你再养到任何风险没有了，我再来拿走。逛一圈来了都没有了，我。哦，我再溜一圈，他说这狗很快就被人家买走了。啊、你今天带了几条崽子？我带了2条，那个卖走了。你那个卖多少钱？那个2000卖的那个。哎呦，那个2000卖走的。啊、你看这个耳朵还好，一看就纯种的毛博美啊。这是什么系列的呀？这是韩版的，这是韩版的哦。前几年有什么台系的，台湾的，有这个美系的，美国的，这又来个韩国的哈。这是不是走私过来的？韩国韩系，这个狗确实好哈，有药的。哎，大爷，你也别上了，你给我说最低价，你也别1600了，你得往下码几百，看有药的不行吗？不给你到了。我咋再买？我这咋再买？这都是2000卖的，都给你说1600了。哎呦，你那高一，我镜头对着你两个正好。哎，你我最少多少钱？少多少钱不卖你都是了。啊，我看一下牙齿。我真想要，你合适了呢，我都要。我跟你说，卖价的，1600都是卖价的。1600都是卖价了。对。这狗确实好，小体的，三个月是吧？啊，这都三个月。行行，大爷，这个是人不孬，这个体型也好，我再摸摸，哎，我再摸一下。我拍不出来效果啊！如果你在现场，这狗肯定能相中了哈。我以前也养过博美，这个狗是毛脸的哈，这是毛脸的博美，我一眼就相中了。他说最少1600，我估计
1300到1500之间吧，买走绝对合适，1500也可以下手啊。星星大爷，我先放这吧。好好好的。哎呦，真好这个，确实我也想买，但是博美呢，我现在我个人啊不太喜欢养这些小型犬了啊，之前喜欢啊。这谁得拉布拉多？来关注一下，来关注一下，这边有拉布拉多，有比格，看看啊，比格哈，有喜欢的啊，给主播点个关注啊，主播天天来市场上帮粉丝淘狗砍价哈，啊，对，燕哥，要宠物要木狗，两个都要，啊，两个都要，啊，对，现在两个，500块钱，两个500呗，一个250，啊，是吧？那两个500，一个。有那要不都一个400，一个100了是吧？行，那我拿个100的吧，两个500，行吗？这个400，那个100，这个我拿走这个吧，给我100块钱。要200块钱，木哥。想要都200块钱个呗是？想要都200啊？我看你拿出来一个看看脸。来，我就下来。上一窝都下8个，下9个啊。对。这是马犬啊，200块钱一个。能养活了呗？都打过针，啥都做过了，还做过疫苗。都做过疫苗了，啥都做过，驱虫也去过了。我想喂着它去吧，喂着人家要，我一这是小母狗，现在有几多少天了？50天。50天，太小了，有点瘦了。你干脆这样吧，你两个200块钱吧，行吧，一个100块钱，你身上带的那个和田玉都好几十万，羊脂玉，你这点马犬你便宜点给我呗。200块钱，200，一个200，两个400块钱再行，我也不给你说。他的意思是一条200啊。我跟你说，俺哥连买过两连打针，连两狗都要一个狗也没过呀，500块花都花。一条狗都成本都500块钱了。大娘，你得舍本卖狗了，这不是？舍本卖的狗啊，那没办法是吧？这行情赶的是不是？以前都卖600块钱一个。以前都是600块钱一个哦。行行行，有喜欢这个马犬的哈，可以关注我一下啊，可以给我留言哈，我帮大爷大娘就是把这马犬帮他卖掉哈，200块钱一条。工作我也为了年年卖大狗，一个得卖。哦，你打了几针疫苗了？打了一次疫苗哈、啊。行行行，马犬啊，好嘞。大娘还怪实在啊，也实诚人，也不是狗贩子哈、啊。你家养多少条狗？俺没有，就喂一条狗，喂就喂了一条马犬啊，养着玩的啊、哦。行行行，大娘不是专门养狗的哈、啊，他就养了一条。行。有喜欢马犬的，喜欢那个博美的哈，来关注一下，那个博美确实好，这个马犬呢就是价格合适哈。好嘞好嘞。行行，大娘好嘞，他买的狗粮都18块钱一斤的哈，行，来关注一下啊。